样子。你叫谁？你呀、啊。今日之后，我们永不相见。这是告别的礼物。沉香里的安眠散，最多让应渊君昏睡一炷香，必须尽快炼好解药。应渊君，等你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就会看到我。你发现我是颜丹，会不会吓一跳？县令受死，心乃铁锣。既是剜心之相，又有雷行之境。纵然所有证据都指向，但我这颗心告诉我，绝不是。我能安然归来，只因有人剜心相救。只惜与你无话不谈，他可曾与你说起过此事？没有。这件事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。芷溪现在一定重伤未愈，你赶紧回去看他吧。不送了，请回吧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天界要借情了。情真的好痛苦啊，真的比天雷还痛不欲生。比起痛苦，我更不想忘记他。在地亚那段时光实在太美好了，实在太怀念了。应渊君，他是你眼虚天宫的人，刑罚如何由你来判定，但是此人居心叵测，绝不可再留在掩虚天宫。夺海仙棺，将颜丹押入天牢，三日之后本君亲自送往天行台领罚。你受苦了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对不起，我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这样手拉着手走下去，我以为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姐妹，可我没有想到我们竟然走到了这一步。颜丹，你舍得将这沉香炉焚毁，定是对我失望透顶。可只有让你离开掩虚天宫，才能令你彻底断了情念。本君已查明，这毒便是你自己所下。颜丹本不应该受刑，该上天行台的人应该是你。早知如此，宁愿邯郸之花从未开过。欠我一份情，作为补偿，我要你亲眼看着我走进夜王川，亲眼看着我把你忘记。吾已取出你部分仙意，待其散尽，你便会忘记此女，之后刑罚自会解除。别走，烟丹。你让仙籍官准备一本假名册，写明颜淡已然渡川，平安去往凡界。颜淡已经成功渡川了。
今日我在渡川者名册上找到了严旦的名字。往后他应当与我再无关系了，我亦不该记怀于心，再生妄念。我可以下界去找严旦了。夜望川九百年不渡者，便会凌霄破散。帝君，难道你要看着他灰飞烟灭吗？离九百年还剩多久？只剩三日。雨藏，对不住啊，今日还是没能忘怀前尘，渡不了忘川水，又让你无法交差了。严丹，你我相识多年，不必这么见外，我会助你渡川，你一定会平平安安的。知县期只剩两日了，看样子我是忘不了了。你情根深重，旧谊难消，我要分断情根，抹除你对我的情意，方能彻底消除记忆。此人是我心中所爱，奈何情深缘浅，终有一别，唯愿他前尘散尽，生生世世自在快活。要离无拘无束，你可在凡间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花妖，往后之路我已无法相伴，只愿这陈花残在凡间相随，护你周全。是我吗？我从冥王口中得知仙魔大战的线索与天使记载不同，如今我想下凡彻查此事，还望帝尊准许。东极清离应渊帝君违反天规，在进仙大典之后被贬下界历难，我会保留你的记忆还有仙力，以便你在凡间行事。我此次下凡是来寻一个人的，此事非常重要，一刻不能耽搁。爷兰山的妖族手眼通天，你要做了山主啊，万千妖族听你号令，别说是找一个人了，就算是找一根草，找一粒沙，他们也定能帮你找到。帝尊现已下旨，削去你的仙迹，抹除你的仙意，打落凡间，永不为仙。我要让你带着仙子的记忆在凡间屈辱度日吧。我要把你加诸在严旦身上的痛苦百倍千倍的还给你。我有才艺。才艺啊，听闻山主威名显，妖力无穷保家园，万里迢迢来到天，只求族长可怜见，我铁血忠心愿奉献，愿奉献。